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七号公司台记者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新增加四个本土病例，两个境外病例是幼儿园阿吉爸爸的亲戚，新发两例，甲幼儿园个社区大楼无关系。咱国海军头一只卡甘纳，今仔举行新军典礼，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总统强调国军捍卫海基的决心。行政长苏贞昌早起公布顶新五倍券，有三种经验，上紧九月二日开始把所有券，十月七八发实体券。新闻车是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四例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有两例，台北市嘛有两例，阁有两个境外病例哦。这两个境外病例拢是埃及爸爸的亲戚，台北两例是中红的工人甲伊的牵手，新北市的两例是甲幼儿园阁社区大楼，即马看起来无啥物关系哦。咱嘛来听指挥中心的下播上届新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是四例，那境外移入的个案是两例，是台北市跟新北市各二例。先讲从境外移入这两例，那这两例基本上是跟这个埃及，从埃及入境的有关，跟埃及的这个爸爸，这本身他们是在同样时间八月四号那入境到台湾来。第一天验的时候是阴性，然后第二天你也入住到防疫旅馆，再验第二次就变成阳性，那 CT 值都相当的高，好，那需要进一步再研判。那现在先归类在境外，本土的病例就在新北这个集合住宅有一位在那边，就是一个装修的公司的人员，那他被验出来，那不过他是居住在台北市，所以就归在台北市。那另外刚刚因为他验出来以后，那也框列了他太太，所以他太太也验出来是阳性，所以台北市这两例是跟新北市这个集合住宅可能有关系，但是还要需要再厘清。那新北市的两例跟基本上是跟幼儿园跟集合住宅这两个看起来离得比较远，那似乎没有一个特定的关系。好，那这两位是有一位被验出来阳性，那继而他的一个同住者也采检，那也验出来是阳性。再来看新北市幼儿园社会事件扩大，市政府长清康社区哦，两栋大楼拢总785个人 ，PCR 结果嘛出来了，拢是阴性，也毋过有增加两个确诊者，因毋是社区的民众，是一个装潢的工人甲伊的太太，目前哦感染源是在查。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继续扩大，中和区目前的国小有一名疑似接触者找到，国小一个班级甲附设幼儿园全园停课三天，找到拢总有13间学校，3170人有封城停课，疫情爆发到今，累计有16校7369人停课。只要及格，不等 PCR 出来，就先采取预防性的停课。那这一次大部分都在板桥，那这预防性的停课会随着 PCR 的阴性证明出来以后，随时可以复课。新北市40万的学生中，有2386位穿防疫假，占所有学生的0.59%。以幼儿园较济，面对第二大变种病毒入侵，板桥幼儿园群聚感染拖到社区大楼，社区已经全面清空 A、B 两栋大楼，拢总有785人 PCR 拢是阴性。也不过新增一名确诊者，不是大楼的住户，是 B 栋楼层的装修工人。感染源又要厘清。另外，目前和酷热的地区隔离者新增两例境外移入家属，是体达拢真悬。以这个装修的工人到底他感染源跟本案有无关系，还在追查。是境外的家属，框列居家隔离，增加了两例。这两例的 CT 值都很高，所以目前就增加了这两例。其他的我们框列居家隔离951个，还没有新增个案。为了防止疫情，新北市初步清空板桥社区大楼，遭到住户不满，从送来送去，半暝啊也伫咧流浪。政府表示抱歉，目前已经拢安排伫北部的集中检疫所。校友义强调，目前已强化二级，伫地方宽限，全体病马上疫情控制落来。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的餐厅今仔开始禁止用餐哦，餐厅集合促销定位，佮开始做外送的生意。也毋过，某店家正怨叹讲，敢若外送哦，根本是无法度应付开销，实在是真无奈。这边的话有定12点的定位，那今天帮你做取消。紧急甲人客通知讲定位就要取消。邦桥带起这个早午餐风气的咖啡店，伫当地有4间分店。即马第二塔病毒来到香港界，新北市禁止内用一礼拜，业者真正是要哭无目屎。我们昨天是先跟客人告知说，我们这一个就是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就是没有办法内用，然后客人也会跟我们讲说，哦，我们正要打电话跟你们做取消的动作，因为大家也会害怕，还要再面临一次的停止内用，因为这对我们店家来说真的是很伤。二度禁止内用，早午餐店只好阁摒出遮个餐盒，重新甲主力回到外送平台的接单。不过目前已经暂时关掉其中的一间店，来减少人事开销。今日伫咧枋桥关清西路，正受到学生欢迎的吉普红白店柠檬草，甚至传出讲要收起来消息。不是个店长讲唔是安尼，强调讲干那是减班，店内20个员工，因拢是轮流咧休。说要停一个礼拜，接下来不知道会不会再继续停定砍班呐，就变成说大家分流上班呐，因为也不需要这么多员工来上班，然后大家就会没有收入。这样子算起来的话，其实大概都每个人都少一半以上吧。柠檬草算是主餐五六成的餐饮业，伫个正餐的时阵，真少咧接外送单。吧台顶悬的茶桶拢无动静，热天都还未结束，餐厅怎么就又过回到迄落冷丝丝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长罗秀燕烦恼讲哦，疫情会拖到中部，宣布要实施比中央阁如何严格停课标准。学校只要有一个学生啊确诊，全校就停课2礼拜哦。有甲确诊者接触，就会当预防性停课。也毋过，真侪家长真烦恼讲请假照顾的问题。台中市政府是表示，会阁甲劳动部参详，看敢会当来放防疫照顾假。Delta 病毒已经入来台湾，而且有社区化的趋势。面对可能扩散的疫情，台中市长罗秀燕宣布，停课的标准要比中央更加严格。如果等到2个以上再来停，也许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就已经有它的一个传播的可能性。我们采取的标准比中央还严，只要有一个确诊，我们就取消停。目前中央的停课标准是一个学生确诊，所属的班级来停课。刚好若是有2个学生确诊，才会全校来停课。不过罗秀燕表示，若是有确诊的学生，接触的范围，若是只有一个班级，因此加严到一个人确诊，全校就要来停课2礼拜。而只要是甲确诊者有接触的师生，为抗疫到采检出炉，拢会先预防性的停课。等待的时间很长，那我们也这个认为说，如果万一这个结果是阳性的话呢，我想对于全校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这个影响。一般民间企业哪有可能让你请假？不可能的事情呢、啊，那是公务人员比较有可以弹性，这样很好请假。每周家庭烦恼，似乎甲中央的规定是无同款。如果临时停课，伊若果产生照顾的问题，而台中市都工局表示，是毋是会使比较三期警戒时防疫照顾假，爱国甲中央搁再研究。目前能不能同意放那个防疫照顾假是劳动部，我要等劳动部的核实啊。台中市务表示，只要是所在地伫台中，高中级以下学校拢是用安尼停课标准。劳动部是说明，如果劳工有家庭照顾需求，应该由地方政府劳工局，也就劳资双方来进行协商。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台北市打算要规划多元的教学方式，学校每礼拜还是2礼拜会当选一天来安顿线顶教学。今仔成功高中2年级学生啊，就全部拢伫厝里线顶上课来做安顿。教室一个学生拢无，干那教历史的老师提麦克对电脑在讲剖析战争的内容，放影片时，学生传讯息来提醒讲要把麦克关起来。这场战役是斯巴达国王打出的一场漂亮的战争。我讲漂亮，讲的不是战国王，因为战国到了最后呢是全军覆没。台北市成功高中几年啊，一天规天的课程拢拆出线顶同步教学。所以来每一个礼拜，包括一年啊，拢会有一天拆出一款教学的模式。我们已经排好整学期的这个演练的计划。下一轮大概就会变成是礼拜五，啊，像今天是礼拜四，下礼拜跟下礼拜四，那下一轮就会变成礼拜五
的课程，接着就会变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的课程。一个年级的学生在厝上课，另外两个年级就在教室上课，这是落实部分分流，也让学生和老师对线上教学无遐区分。尽量要求学生就是开镜头吧，这样比较好掌握。教育局指出，成功高中是台北第一间演练的私立高中，要拿其他的高中敢要比较办理，尊重各校的意愿，要拿各中甲各校。线上同步教学的效果可能无遐好，会当采取线上甲实体做回进行。就可以透过这个影片来做一个，不管是预习啦，或是再做一个复习啦。台北即卖疫情境界是二级，实体教学依然是主要的模式，因为青红业界学生阁无算多。要不要好好开学习的专班？以高中来讲，拢会先伫教室设直播的设备，予请假学生同做回上课。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第七轮的 A Z 疫苗开始注射，这届对象是23岁到28岁的少年族群哦。另外，鸿海英灵基金会在这边阁有组织关乎政府的 B N T 疫苗，今仔第二批91万剂，早起5点外送到桃园机场了。医护人员一个啊一个问身体状况，确认无问题了后，就准备开始甲民众注新冠疫苗。这届注的是 A Z， 也那注射的对象是23岁至28岁少年的族群。时间到了，然后刚好就是有预约到就来打了。那时候就 A Z 跟莫德纳都有供，越早打越好。今麦过来加速注疫苗，由鸿海永联基金会台积电甲组织共同管的1500档 B N T 疫苗。第二批差不多91万档，已经伫个透早5点41分送到桃园国际机场。疫苗落来了后，经过通关的作业，由警察车护送去领毒物流中心做检验防检的作业。另外，即个幼儿园群组感染案当中，暗号16160，是为埃及返来台湾，检疫期满采检阴性，因家确诊了后去用酷热搁做采检，检出 C T 值38。有医师就分析，这个个案检疫期满了后，阁会当甲病毒喂予别人，代表14天的检疫无一定会当阻挡 Delta 病毒。以目前，指挥中心所公布的疫调的资料，它是最可能的感染源头，因为它看起来它感染时间最早，而且它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它符合我们对感染的一些想象。医师嘛提醒，除了这个带病入境的病例，无排除社区内底可能还阁有其他的感染源，除非规个社区拢来验抗体，才会当确认社区内底传播链敢是境外移入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奥明药品管理局的初步，将对 A Z 疫苗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增加一种真罕见的神经病变——格林巴利症候群哦。德国卫生部长嘛警告讲，若是注射率无法度提悬，秋冬的疫情有可能会个传烧。世界卫生组织嘛呼吁讲，富裕的国家在今年底之前哦，先暂停注第三剂计划，来帮助全球的注射率会当先提升到40%。当当富裕国家已经开始提供加强剂疫苗，美国嘛对9月20日开始替完整注两剂辉瑞疫苗8个月以上的人来注加强剂。世界卫生组织伫个初步，搁再来提出呼吁，希望讲富裕国家因爱暂停注第三剂疫苗，嘛建议讲把这个暂停的时间对9月底甲延到今年的年底。Third doses may be necessary for the most at-risk populations.Where there is evidence of waning immunity against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But for now, we do not want to see widespread use of boosters for healthy people who are fully vaccinated. Tam Tek Sai Kyung Tiao Kong, Ngman Kong Tie Kinian Ni De Jin Jing, Etan Ho Chuan Kyu Mui Jere Koka, Shung Kai Jio Usi Shan Biao E Jere Tu Sia Lut, Bintu Teo Ta Pen Tok Lai Ka Hyung Kai Kai, Tik Kok Bok Chen Chapoto U Lak Sia Jin Kao, Wan Sing Tu Nang Jay Biao.德国卫生部长伫个初步警告讲，假使疫苗注射率若是无提悬，安尼秋冬的疫情恐惊个会更加严重。Die Zahl der Ungeimpften ist einfach noch so groß, zu groß, als dass wir mit einer sehr ansteckenden Delta-Variante, mit dem Stand, den wir heute haben, es haben sich schon sehr viele impfen lassen, liegen aktuell besonders viele Menschen zwischen 35 und 59 Jahren und auch auf den Intensivstationen wird der Altersdurchschnitt immer jünger.Das liegt daran, dass der Großteil der Betroffenen nicht geimpft ist, denn die Impfung schützt sehr gut vor schweren Verläufen. 专家又阁讲，过去两礼拜，重症病床的使用率都要加一倍出来，所以就呼吁这些较少年的族群，嘛要紧来注疫苗，
也来讲欧盟药品管理局 EMA 初步针对 A Z 疫苗有可能产生副作用，伫定期检查了后会甲换新的，经历一寡正罕尼看到的神经病变、激凌巴里症候，患者会出现急性的四肢无力、反应消失，而且脚手尾会麻。EMA 表示讲，全球已经有注5.92亿剂 A Z 疫苗出现833例这款副作用的通报，所以家列做正罕尼看到的副作用。公司新闻，郑依人编译。行政长苏贞昌早起公布五倍券的详细内容哦，有200块、500块、阁有1000块三种的金额，拢总有10张。苏贞昌强调讲，五倍券哦，等于是限期使用的现金，会使来消费，也毋过袂当来税，也是来罚单。上紧9月22日开始，得当先把所有券，10月7日第三领券来消费咯。我们规划提出振兴五倍券，已经在今天院会中通过特别预算，要送立法院。1600亿的纾困振兴第四摆追加预算案，初九早起伫行政院会通过，其中1273亿会用伫振兴五倍券。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主持振兴方案记者会，带领部会首长甲外界说明，各展出五倍券200块、500块、甲1000块三种面额，也阁有防伪标识。的国币新台币完全一样，而且有各种防伪的设计，高达11种，餐饮、夜市、市场，你都可以用，你可以缴学费、补习费，各方面百货公司都可以用，但哪些不能用？境外电商网购不能用，买股票、缴税、缴罚单等等。每年五倍券的民众，9月2日开始开放登记数位券，包括信用卡、电子票证和行动支付。若是想要伫超商预约纸本券，是9月25日才会开放，拢是等到10月7日才会当消费。啊，若是去邮局的民众，就要等到10月7日才会当登记，10月12日才会当领到。这嘛是因应疫情特别采取分流方式，避免群聚。为了提升数位使用率，经济部除了增加好食券500块的优惠，阁针对市场夜市啊推广行动支付，非常积极针对市场夜市呢来推广行动支付。那这样的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次也同步来大力转型，综合电商的部分呢，大致上都同意。在里面全部都要设专区。讲到五倍券的经济效益，阁发挥预估会当创造2000亿，因为五倍券比三倍券阁较好领、阁较好用，也阁较刺激，希望会当达成效果。另外，五倍券的官方网站正为当方指出，9月2日就会上线，伫迄天之前也会提早公布。啊，若相关的细节，会阁开记者会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强烈风台测试，中央气象局表示，风台已经提前往北，未来有可能会直接登陆台湾哦。今仔暗时还是明仔早起，都有可能会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今年威胁台湾上界强的风台灿秋，目前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往西北西咧行，而且伊的速度搁咧加速，入来到巴士海峡了后，可能就会转向北平。气象局表示讲，伫初九的暗时到过当天拜五的透早，会先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气象局有可能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在星期五到星期六这段时间，随着太平洋高压减弱，就会来到太平洋高压西缘的地方，它的强度的状况就会影响到台风未来的移动状况、北转的位置和角度。进前中央气象局长陈明典伊嘛伫个面册铺文讲，这个灿秋风台的卫星分图，伊的来源真十种。其中云顶的温度是乌豆红的低温，也若风台目遐是蓝色以上的高温，讲这拢是强烈风台的报头。甲看灿秋风台，目前伊中心最大的风速是每秒53公尺，目前七级风的暴风半径是105公里，这吨风台恐惊会愈来愈大吨。来到台湾的时阵，风雨会真大。你可以形容它算是一个小钢炮一样，非常的小，可是它的风速已经强烈台风，它还会增大，半径有机会到达180公里，中心非常靠近台湾的东半部，但是它的暴风却还是笼罩了台湾。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东部影响就会比较大，往西偏一点点，直接从南端这样撞进来，其实西半部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这个台风呢，绝对不能等闲视之。气象局表示讲，预测伫个11拜六到13后礼拜一是灿秋风台离台湾上瓦大的时阵，台湾各地风雨分布，甲这個风台咧行的路线有真大的牵连。不过目前伊的稳定性还阁无稳定，
当时要发布绿警的时间点，都要阁看太平洋高压的关系来决定。希望民众都要提早来场地做好防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海军头一只塔甘舰，今仔举行成军典礼，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总统肯定国舰国造的进度如期，也强调讲国军捍卫海峡的决心。这样的成绩值得肯定，更证明了在国防自主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够一一的克服。我们不但用具体的成果打破了所有的抹黑和质疑，塔江军舰的优异性能也获得国际的认同，成为台湾之光。总统在致辞的时候就是说，短短一天哦，塔江军舰就顺利成军，第二只军舰也已经交船。总统真感谢海军、中科院各相关的团队，大家的打拼，也说大家都真辛苦了。总统也希望说，国舰国造的政策会当一直向前行。据看最近，咱台湾海峡军事行动哦是愈来愈接。日本军方昨公布的报告是指出，讲中共解放军主要的战舰最近哦直接出现伫咱台湾东部海峡的活动。咱国军事专家是表示讲，这是日本方面认定的提悬军事紧张的行动，所以提醒咱的国军应该爱特别注意。中军主力军舰最近出现伫咱国东部海峡，引起关注。日本防卫省统合部僚干部才被公布，包括控告二 D 飞弹库钓舰朱珀号、现代级飞弹库钓舰杭州号，先伫初三分别通过中国海峡，扫落来伫初五会合。控告二 C 飞弹库钓舰郑州号通过台湾甲乌那国岛之间的台湾东部海峡往北驶。学者分析，共军这个举动除了经营战场，更加侪是顶现政治外交手段。他透过军舰去展示，就等于说是告诉周边的国家说，他在这个地方的海域是可以去做一个是可以自由行动，甚至是进一步可以去掌握的。那这个其实这一边的话，对于他的宣传还有在这个。这个传达讯息的印象上面是有它的一个效果。中军早在去年底就开始在台湾和乌那国岛之间的台湾东部海峡部署军舰巡弋，挑起台日敏感神经。那安尼，中军也防也出，采购两国主力战机 F-16 和105榴炮、雄鹰发射车的武器模型，当作攻击目标，解放台湾企图明显。中机也继续在两国西南空域活动。七八两度交代了后，七到透早，搁进入咱国西南空域。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面对台湾局势升高，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定时表态，形容日本甲台湾就像皮头甲嘴的距离。台日是家庭的关系，那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台湾の皆さんは友達ですかと言われたから、友達じゃない。台湾の皆さんは、兄弟であり、家族だ。中山泰秀提议，台日会当透过网络安全合作推进关系。日本自民党参议员佐藤正久表示，那中国封锁台湾，会严重威胁日本、韩国经过台海甲巴士海峡的石油生命航线。建议台日会当分享巴士海峡甲中国海峡的进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对阿富汗撤军，中国威胁咱台湾的力道嘛愈来愈大。英国首相强森伫国会表示讲，伊甲美国总统拜登哦，捌讨论过两岸的问题。强森是讲哦，英国上正确的做法就是支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咱国外交部今仔嘛特别感谢英国议会呼吁英国政府爱全力支持咱台湾，做回捍卫民主自由。对于英国政府，他们公开的持续来表达对于重视台湾海峡的和平跟稳定，以及英国的议会呢，对于中国不断威胁台湾，他们表示高度的关切，并且就此提出质询，来呼吁英国政府应该要全力的支持台湾，巩固台湾作为防卫民主自由前线的一个坚强的堡垒。外交部我们都表示由衷的感谢。
咱国外交部强调讲，英国政府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英国伫今年七大工业国集团的高峰会公布，拢有来表达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嘛，鼓励两岸以和平的问题来解决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再来看美国开学以来已经继续的军假，顶礼拜有25,200的学生染出病毒。也唔过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个德州够大哦，各位敢要学强制学生啊挂嘴暗吵吵闹闹。最近新闻是一直曝光，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就算注两剂疫苗哦，嘛是够有人胃着病。也唔过美国的极端中心是表示讲，这款的几率其实一万个阁无到一个。Are you going to bully him into wearing your mask? You choose to mask your children? Fine. 去读册，敢爱强制挂嘴安？两边的家长是一句来一句去。美国八月底小连续开学，两三礼拜以来，才12岁以下的囡仔，在一波疫苗通好做的情形之下，已经出现警讯。根据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病医协会数据，都是在顶礼拜，都有25,200的囡仔体检出新冠病毒阳性，是从疫情爆发以来增加幅度上大一礼拜。这个数字是6月份的300倍，迄当阵一礼拜确诊的人数是8400例，联邦的统计嘛呈现类似的趋势。只可每10万人住院的比率嘛创下新高，从7月初是国庆日以来增加600%，住院的比率比一年前还佫较高308%。We can't have children still be at home doing remote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need to keep children.And teachers and all the adults that are in school systems safe as well. 目前确诊的囡仔超过一半是伫美国南部，伫美国西部的加州洛杉矶，是为8月30日开始，和12岁以上的学生开始注疫苗，采用注射团队去学校给因注的模式。8月初，加州正做全美国头一个要求教职人员都爱注疫苗，或者是定期体检的州。变种病毒 Delta 当地的军假，和完整注过疫苗的人要是去划掉。美国疾管中心表示，做完两剂疫苗，要是会当降低住院或者是死亡的风险。突破性感染是属于真罕见的。到8月30日开始，美国收到12,908例完整注过疫苗，主要是住院或者是死亡的通报。东港累计超过1,700,000人已经是完整注过疫苗，代表突破性感染几率是无到1.3%。这伙人甲有慢性病的患者是突破性感染主要高风险的族群。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咱再来看印度，唔呐爱对付武汉肺炎病毒，即马阁有一种离别病毒爱应付哦。这个病毒伫当地嘛已经造成一个12岁查甫囡仔死亡，因为这款病毒的死亡率将近70%，是比武汉肺炎病毒更严重真侪。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公园体系最近特别注意，因为这位12岁查甫囡仔掉病死亡，被人发现伊感染的是淋巴病毒。目前至少两位医护人员体检是阳性，经过协调，隔离几两百人，希望赶紧对源头动来，才袂传开。We have identified about 188 primary contacts, and out of which 20 persons are in high risk category. We have formulated more than 16 core groups. Surveillance has already been, they have started surveillance.目前第一批采检的结果出来拢是阴性，一个几落十例也未出，也是要真注意。也对第二层的接触者伫咧做疫调。根据世卫组织的资料，淋巴病毒的死亡率40%到75%之间，比新冠病毒的0.1%到19%低真侪。当然，卖看每一个国家严重的程度。虽然淋巴病毒的死亡率高，但过伊的传播性是比新冠病毒较低。印度在过去20年经过几多遍对抗淋巴病毒的侵袭，这边特别注意。同时，一个新冠病毒在最近几礼拜，印度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也是真高。喀拉拉邦最近通报一天增加要到20,000例，占迄天全国确诊数要到1/3。我们三宝那里 lockdown 真的，好危险。那个话，对 corona 马上排除。淋巴病毒是1999年伫咧马来西亚一个气度低位疫情中被发现。世卫组织的资料，淋巴病毒会当透过动物传染给人，主要是蜜蜂或者是猪。伫猪的身躯顶被认为是有高度的传染性，也会人传染给人。感染的症状包括发烧、头痛、会吐，也若重症是有脑炎加呼吸道的问题。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代替拍拼想要伫都市内底，互火车转型集文化。也毋过今仔早起上班的时间哦，加南站所发生火车停河故障哦，造成火车耽误甲真严重，上济是1.5点，互赶要上班上课的民众是真怨叹。车站大厅内气温
赶上班上课的民众，有人着急打电话，有人无来等待。台铁嘉南站伫早起6:43发生火灾火警，社会中有两位无法度使用。耗子坏掉了，是好像5点多就开始了嘛，对不对？对。刚好遇到通勤尖峰，列车调度大乱，不少旅客只好转往车站外，改坐客运。等待坐车的人是排到路路长。40几分钟啊！40几分钟，所以你上面有迟到。对啊，虽然拿误点证明啊，然后但是又，而且又在那边拖啊。6:18了，从中立到现在，我应该是1小时40分钟啊，现在都3小时了。台铁表示，除了嘉南站发生火灾故障以外，在早起7:30，一台区间列车在暖暖站和四卡亭之间的东正线弄到行进，也造成四卡亭到七岛之间的西正线一度单线双向行车，让列车慢分更加严重。嘉南站在站内打出公告，路南列车拢有慢分，佮公布通知乘客。1股、2股可以使用，3股、4股就没办法使用啊，所以说造成一些列车哦延误了。慢分的列车为15分钟到99分钟不等。经过抽象嘉南站后置，伫早起9:30恢复正常通行。台铁统计，伫通勤时间，拢总影响32列次列车，有6500人受延误。记者综合报道。国军英雄馆哦，传出讲订房的系统受到骇客入侵哦，嫌犯是取得消费者的个人资料，假作业者诈骗，有民众被骗超过10万元。警方表示，对4月份到8月份有接到6件的报案，军方是表示已经加强治安的防护了。国军英雄馆以平价多合所餐厅出名，是军友社的营业单位，主要服务国军官兵。即马是有市机关接到投诉，有住客告诉疑似红挂流，搁较做着有现金诈骗超过10万。我们就是怕，就是我们去住民宿，常常有听到一些各自的问题，想说住军方、住国家的是最安全的，就没有想到最危险的反而是去国家。对消费者红诈骗，军友社也证实是骇客入侵。红火墙取得订房系统等资料，得手消费者告知了后，冒名国军英雄馆名机，以系统作业错误，自动升级 VIP 会员，重复扣款等违失，要求到 ATM 解读分期等操作，进一步来诈骗。我们的网络平台公司说，也是有漏洞被骇客入侵，那入侵有可能各自就有外泄的信息，在这个资安不管软体硬体方面，他都做了。这些诈骗集团都会要求说呢，要您到 ATM 去操作的时候呢，说要解除，那一定是诈骗。警方表示，从四月开始到八月，已经接到6件民众报案诈骗金额10万到数十万不等，将继续追查，抓出无法嫌犯。军友社强调，已经针对软硬体甲组织升级改善，全面升级治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岛南有一家伙仔祖孙3代大做伙，靠家收入的补助来过日子。因住的厝已经超过50栋了，是真破，需要拆掉重起。有民间的爱心团体早起就先来拆厝，嘛出动上百名义工哦，要来帮因起新厝，望讲2礼拜就当完成。不是算那浴巾吗？建筑已超过50年以上的老厝，有的厝也已经拢破去，加300多的破旧老厝。我是住过年岛人新家祖孙来人生活所在，一家伙仔平时靠着阿嬷拍散工，限家收的补助度日，根本无经济能力来整修老厝。住到这厝久会老，还佫也无查好起，我讲啊，无较认真读册，下摆去趁钱哦，去看起一间啊厝啊。屋瓦都已经掉下来了，啊、真的是很危险。那阿嬷他们努力多年，那也是没有办法那个改善。那不得已的话，我就需要靠社会大众的人来帮忙。义工团表示，今年4月份接到阮县府社会处门下表示，带领阮林岛人定做好受互助家庭，急需需要老厝整建，原本预定5月份进行，但看碰上疫情延后，现在到5月进行拆除整地。按算一个月后就会当完工，因为啊，就是整个就是跟亲戚的这个就是去协调，希望就是同意他们以他们持有的部分啊来
进行这样，因为有真侪时阵吼，咱公部门这边只因为主管加一个法规的限制啊，所以阮就常常拢爱寻求咱民间的这个力量。宜兰团表示，经过多方的协调，新家祖孙会当顺利在原地重建新厝。宜兰团按算以两礼拜四天的工作天，出动将近百位义工来帮新家起新厝，上紧第十月初就会当完工，让新家的祖孙唔免过来烦恼户老厝房。记者魏报道。再来看台南林德文化路二段哦，按算要做下水道的工程，也毋过因为路线会经过3800当前的牛仔堡的遗址哦，公部门开始抢救，会等待考古的保存完成哦，才会开始动工。营建署工地人员真细腻的将图挖出来，就惊破坏到这片已经深埋伫地下3800年前的遗址。台南林德文化路二段前期是规划埋设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开工之前，工程单位透过地方的里长，已经知影地底下已经有遗址的存在，因此嘛有先请来考古团队来进驻。遗物的埋藏深度大概在现在的路面下大概1米7到2米5，所以我们会先把这一段的这几个工作井的文化呈现，把它污水下水道管线深度达到23米，而牛堡的文化站伫地下2.5米，为了抢救遗址，现场机具的开挖嘛暂时停工，目前是开了5个工作井，等于抢救文化站的物件。目前嘛陆续出土一挂灰啊，以及艺术宝头、刀啊、钉石器的物件，这对当地人来讲，全力守护珍贵的历史资产，嘛是责任。我让我们在地的人知道说，3500年前，其实哈，史前人类哈就已经在我们那个成功里这边哈，已经有居住的行为。那对以前哈人类的那些模式哈，我们能够给予后代子孙有一些参考。工程单位营建署下水道工程处台南公务所是表示，营建署是非常的重视珍贵文化资产的保护，因此全长2.7公里的工程，嘛采取地下推进的工法，深入地下23公尺，跳过文化站，减低对文物的破坏。遗址抢救完成了后，重型的机具才会进驻，启动正式的污水下水道工程。记者郑云达报道。来看一个好消息，中研院今天宣布讲，前中研院长王启辉得到国际上很重要的威尔士化学奖，肯定王启辉研究的糖分子对化学领域的贡献。王启辉也是第一个得到这种的花莲科学家。没有好的药物跟疫苗，还是控制不住嘛？来看看是不是有现成的，或者说它原来是用在治疗其他疾病的。讲到新冠肺炎疫情，前中研院院长王启辉讲到老药新用，佮讲台湾都爱有研发的能力。从这个 SARS 的经验，我们一定要自己培养这种研发的能量以及人才来应付随时会来的这种重大的疾病。长期研究化学生物佮糖分子研究的王启辉，伊开发了程式化一微小反应法。让糖分子在实验室可以快速合成，加速法也是唯一可以大量快速合成的挂糖的方法，对学术界贡献是很大，而且也得到2021年维尼希化学奖的肯定。维尼希基金会在官方网站指出，王启辉在糖类和蛋白质之间分子变色的方面有突破性的研究，会替治疗癌症带来创新，改变人类看待癌症和治疗癌症的方式。安克辉除了是中研院的院士和工研院的院士以外，也被予选作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和世界科学院的院士等等的成就。从1986年开始，在国际上摕到济济奖项，而且照过去的例，摕到安尼夫和维尼希化学奖了后，后一步就是诺贝尔奖啊。所以即届伊得奖，嘛有学界是真期待。安克辉目前人还在美国，他感谢美国 Scripps 研究院，还有中研院，还有合作和资金援助等等的单位，可以可以拿到这个奖项。维尼希奖设立50年，包括安克辉在内，目前只有两个亚裔科学家来得奖。十月底颁奖典礼会改作是线上来举行，基金会按算11月初的时阵会亲身颁奖给安克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关消防局第一大队的旧旧大楼，之前2月7日大地震的时阵，大楼是出现真侪破损哦。鉴定嘛认为讲有危险，所以华人关政府就起一栋有所有储能场地的新大楼，今仔正式启用。
这是花莲消防局第一大队伫三民街的旧大楼，伫2020大地震了后，建筑的1、2楼出现破损。因为土木技师工会鉴定了后，说是无安全，所以消防人员包含车辆拢唔敢放伫内底。今年七月份连续的余震啊，我们就把消防车基本上都是移到车库外，因为我们很担心突然倒塌的话会造成消防车的损坏。经过鉴定，这栋40年的旧大楼，就算讲是有改善嘛，无法度承担7级以上的大地震。所以官府伫咧2年前，阁找新所在要来起大楼，外观还阁特别设计做消防车的造型，阁伫咧楼尾顶装饰全国第一个观角度的救援架啊，提供消防人员更加安全的训练场所。高角度的救援架现在是全国首创的，目前香港的消防单位大部分都会有，这个是我们的首创。以后我们除了住宿以外，训练也可以在我们的驻地里面。这个大楼的设计非常好，就能够增加一些我们平时教育训练。花莲县长徐金伟强调讲，未来其他消防队的大楼也刷在改建，通符合现代化的救灾需求。要那旧大楼，就要和中央警政单位，看是要甲拆掉，还是刷在补强，就要再做进一步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有统计指出，咱全国一年大约使用18亿个用过的蛋雕的纸杯啊、甲塑胶杯啊。桃园市议会决定讲，明年7月份开始，包括超商、素食店、各一挂有规模的饮料店，拢爱提供会当重复使用的杯啊。手机啊，条码一扫，消费者成功伫超商借一个容器，每家币也会当享受家己纸杯啊优惠，也会当加少享闲。环保局伫专家市府站试办循环杯示范计划，3个月来，循环杯借用处所已经达到1235摆以上。未来在桃园市呢，不管是外带或店内的消费呢，消费者都可以来选择使用循环杯，不再来只有这个纸杯跟塑胶杯。环保局表示，全国使用用料的蛋雕的饮料纸杯啊、塑胶杯啊，一年大约是18亿个。四大超商加币年销量更加是超过4.5亿杯。汤池机会已经修订发展阶段绿色城市自治条例，明年7月开始规定，指定规模以上的饮料贩卖业，像超商、速食店等，需要提供重复性使用容器，鼓励消费者使用。就是说，软体应该统一的，就好像我们U-Bike哦，那我们一张悠游卡，我们可以到哪里都可以租嘛。看秀贷款协会表示，政策立意未歹，也提起未来，若讲推广到全国各县市，爱统一做这软体，方便消费者。市府也表示，明年7月，桃园将加做全国第一个实施用料袋容器减量的县市，未来看执行成效，随时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很重要的民生用水的水源南主山溪的附近哦，最近防变真侪垃圾，警方佮警方合作查到是高雄佮嘉义有两间公司佮垃圾拼伫遮哦，佮有一个里长嘛佮因斗空，专案嘛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伫外面道边的铁厝遐，会当看到有机器伫夹物件，这是有业者要佮废弃物放伫废柜啊内底，要偷偷载出去单调。高雄基山分局甲桥头地检署等等的单位联合抓到高雄大厦、甲嘉义铺主两间非法的回收业者，涉嫌黑白倒废弃物。蔡姓以及涂姓业者，雇用这个严姓以及陈姓司机呢，把这个事业废旧呢，运送到我们旗山地区的三林区来取道。除了业者以外，基山一个里长同款有真大嫌疑，伊以一车2万至3万块的价钱，予业者把这废弃物倒伫三拿区的私人土地，检警联合环保署等等的单位去工厂稽查，因为倒废弃物的地点伫高雄真重要的水头南主山溪附近，都惊水质污染着。我们在4月份就已经有采样检验了，那些废弃物大概就是营建废弃物，然后废木材、生活垃圾等等，还有一些粉碎的那个废塑胶。那我们检测结果都属于一般设备记录。专案涉案的人员，初步已经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桥头地检署扩大侦办当中。环保署也表示，接下来高雄市环保局要求业者清理废弃物的时阵，会阁一届去现场做土埋检测，也阁有地下水的水质确认感受受到污染。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有一个农民哦，因为捌出面甲少年人做伙呼吁讲，爱保育咱台湾的白鱼。最近这阿伯伫咧收卡白笋的时阵受伤，嘛受到疫情的影响哦，卡白笋是卖了无好。当地少年人就帮这阿伯伫网络推销，帮伊来倒卖卡白笋。
难道玻璃顶一行李是台湾白鱼的保育基地？当地有一位80岁老农，重视鱼仔跟孙仔的生长环境。因为旱季的关系缺水，所以后来我来拜访阿伯一次，因为我们担心说，鱼会不会死光了？然后没想到来到这边就看到阿伯放水给鱼喝，然后我们很感动。新农单亲后担任台湾白鱼生态调查员，时常会来关心这位老农，因为手脚不顺的关系，正经无小心来受伤。机关啊，挂袂落，一出来就都安挂落，那就登去啊，人都啊都上呀。因为疫情的关系的影响，所以我也在经过半个月之后又回来拜访阿伯。然后才知道说，哦，阿伯的笋子开始采收了。这位白鱼伯一个人种过分外的脚白笋，因为年纪大，加上田里的路歹行，平常时收脚白笋就已经足辛苦啊。最近因为疫情关系，农产销路嘛无介好。今年百香果没得收了，所以他的脚白笋他就没办法帮他收。哦，一趟路来到深山里面，他觉得不划算啊。青龙担心和说，台湾的白鱼会当生存的环境水质是特别好，脚白笋的品质绝对是一流的。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看南投玻璃种的水果，品质甲产量拢是全球第一哦，全国第一。也毋过进前哦，因为冷藏甲运送的问题，水果阁无法度外销。即嘛行政院甲农委会就按算讲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予咱台湾优质水果会当销到国际市场。顶远啊来提网啊，防止高温的果子摔落涂骹影响品质。这是南投玻璃正出名的水果，酸甜啊酸甜又阁够喷汁，伫国内正受欢迎。即卖行政院甲农委会合作，按算甲水果卖出去国外。未来我们的行销方向大概有三个模式，一个是鲜果的行销，一个是现在手摇饮全世界都喜欢，所以是果汁的行销。那另外当然是我们要协助国外能够建立这个体制，所以是把种苗掌握在台湾的手上，去教农民怎么做的这种种苗的行销。虽然玻璃的水果是介出名，农民嘛想要销出去国外，不过却因为水果真紧就熬去，需要冷藏送货的专业，再加上计销输人等等的问题，拢需要去解决。A 级货它的价格是落在于100块左右 ，B 级的话它还有到80。啊，如果要像今天这个会议谈的做出口的价格跟目前我们国内的价格是落差太大了。好的东西不怕比价，我们今天到海外去就是要用我们的优势的品质，所以我们要用这种高端的品质再打到高端的市场。现在行政院成立水果的外销国家队，邀请专家做会研究安怎解决冷藏送货问题，希望把玻璃好吃的水果销去国际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真精彩丰富的宗教甲民间信仰，最近武汉肺炎的疫情的滚架，所以予大家心情拢袂轻松。有真侪人会利用信用来消除压力。最近哦，台南市美术馆就推出一个信用回路的展览，利用艺术要来讨论疫情中信用的力量。看一个更立型的雕刻作品，一时予人三无掌，毋知影是伫刻啥物。想袂到透过银幕，这个作品煞变作一身完整的佛像。边仔民众外形颠倒变甲歪歌起串。这是台南市立美术馆的信用回路展览，内底展的物件，凡是是你熟悉的神鬼，毋过煞是用无同的创作方式来呈现。在讲述就是人面对生死恐惧的问题，那我们选的作品比较会是十殿图，然后或者是说墓园。人时常伫咧面对生死、灾害，或者是恐怖的代志，会透过信仰来安大家己的心。信仰虽然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不过日常生活当中，却也有真侪代志会去改变信仰的方式。咱将鬼拢怎样爱挂嘴暗去掠鬼。阁有这作品内底人，敢是拢穿防护衫？这信用的展览，其实也是咧讨论疫情之下信用的变化。面临自己的恐惧跟渴望或欲望的时候，我们会去借由宗教仪式或科仪文化去排掉这个恐惧，回到一个平静的状态。第三展区比较像是
我们回到日常去谈，就是信仰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你的生活周遭一样。这次因为疫情，很多宗教活动都取消去，但是信仰算是不消失，会透过各种形式继续进行。若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来台南市立美术馆走一走。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少年辈有舞台通表演，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哦，这个当来在八月九日传统戏的新演员向艺术来学台顶的真功夫哦，对十月中开始，这少年辈特别登台演出咯。哥哥，伊有本汉声新团廖庆基老师的歌文，演李三娘的戴文成，甲演老家姐江一璇，拢是新团歌戏剧团的新秀。国粹戏唱念主要讲歌话，北管蓝丹戏闹西河，庆明园蓝丹剧团的新秀吴大金也搬了正出脚。做戏十挂档，邓美云歌戏剧团范心如的表现，也让老师邓美云看到传承的希望。你站出来就是代表着老师嘛，我们的师父传承的这个，所以我们也不能丢老师的脸，那自己也要对为自己争气。学戏囡仔袂变歹，敢那亲像咱伫咧学音工吼，讲学钢琴的囡仔袂变歹，啊，其实学戏的囡仔嘛同款，因为因大部分伫咧戏内面有学到真侪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伫内面学到真侪道理。为着保存台湾本土民间剧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第五届新秀舞台，计共十二个团队，十六位新秀，对歌。戏、客家戏、舞剧、到南弹拢有。台湾的剧团上多的是布袋戏，第二就是歌戏，歌戏还有四五百团，这是有定期。但是老实讲，这几年会停多，愈来愈降落雨。到达团艺中心已经牵成每挂九十位新秀，互因发挥的舞台。今年演出十月中开始，望新世代靠老师的北来，也会当有更加侪人互因掌声加支持。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国管区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高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2度。马德地区上低29度，上高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记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播3点，咱再会。